哎呦，你都给我唱哭了、哎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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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少年没听你唱歌了？对，有点小紧张，有点小紧张。开头的时候，对，后半段好了，头挺难开的，头挺难开，但开得很好。第一首歌就把我眼泪给我唱出来了。因为对我来讲，我可能跟所有人不一样，因为我一下回到三十年前，我在这抱着膀子在下边听你唱歌，说，我说，哎呀，老师声音太好听了。刚才那个画面又回来了，舞蹈没问题，我挑问题啊，我挑问题，我直接说问题 ，Should be white trouser, you may be more brighter,、maybe maybe。因为这个音显得很暗，舞台很暗啊，明白了吧？而且后边的舞者也是 black。哎，我以为他们会看到我袜子，你知道吗？看不见了，因为灯光也舞台也很暗嘛，灯光也打起来，对，没错。但其他舞台没问题，开场的时候特别帅，整个舞台氛围特别好。那到唱的时候就，第一句跑调了，一张口，第二句好的回来了。但你的状态还是个演员，还能控得住的，所有的眼神都到位的。你觉得我紧张吗？你觉得？我没觉得你紧张。当你说祝大家健康的时候，其实你的情绪已经上来了。当你唱的时候，你的情绪其实有时候会替代你的声音的控制。它整个的这个完整的 performance 是很好的。整个舞台的呈现是非常准确的。你唱的比跳的好。舞者的成分多了，你跳这个样子太正常了，你不需要用舞蹈来征服我。明白，明白了吧？就是综合的表现，整个表演状态都没问题。我觉得这个歌曲的在初舞台选择上不是特别的帮忙。特别是在高音的部分不帮忙。尤其选歌的时候，如果高音不是你的强项的话，要合理的避开它。歌选得很好。歌选得好，编排也好，整个都很好，都在状态里边，都在状态里边。